想尽办法都要变争取实习生的印象新技术，因为要让自己比其他实习生更突出，然后使用的方法臭宝这种的他太低了啦，太心机了。他其实是就是早上过来的时候，他都会吃完了之后呢，他会看准就是主管尿尿的时间，是因为是帮忙让对主管看主管尿怎么那么黄。对，聪明，这个很细微。实习印象新技术，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